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四位情感导师的人生智慧，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对这个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你的洁癖和强迫症真让我感觉到有时候适应不了，这个就很难改变。况且你不是现在适应的也挺好了吗？但我觉得这个不是主要的问题，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你不能因为我生了孩子就好像抓住我把柄一样，就可以随便操控我，还说离婚，还随便怀疑我，你就这样式就很伤人。以后我再也不会说这种伤人的话了，也不会走极端的路线了。我不是介意你发脾气，但是你一发脾气不能总说那种狠话，说那么伤人的话。有请这对夫妻，有请。蒋先生32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有请。李女士33岁，来自黑龙江，兼职驻唱，有请。欢迎两位哈。你这自由职业是咋个自由法呀？我是自己开店儿。做什么买卖呀？属于快餐麻辣烫。呵，挣钱吧？还可以。兼职驻唱什么概念啊？就是之前都是做这个，然后这两年怀孕生孩子就没上班，然后现在因为也带孩子，然后就偶尔抽空去。今天为什么而来呢？我媳妇儿洁癖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让我现在我都接受不了。我每天回家仿佛就从我工作单位然后来到了医院，全身都得消病毒啊，那酒精喷的我身上，咱就不说别的，我裤子都掉色了。确实喷的有点多，然后我每天我洗手的情况下，他必须得看着，他看不着的情况下相当于没洗，给我手有一天洗都洗秃了皮了。因为他老糊弄，他每次洗手吧就是冲一下，或者是把香皂刚放手上就冲走了，我觉得根本都没好好洗，我就让他好好洗，所以有的时候他没好好洗，我没看见，我就让他再洗一遍。然后呢，每次我们去买上超市啊，上超去买东西啊，有一天拎2大塑料袋的东西，我拎回去了，然后紧接着放在地上，拿酒精在家擦拭，我擦了1个小时。擦那个袋里的东西还是擦？所有的东西，就仿佛就告诉你一句话：你来个小食品，像咪咪那么大的袋儿，你必须得四角全擦，然后这边上的后边有个棱，那个位置得开开，把里头得擦了，要不然太埋汰太脏了。为啥？因为我觉得那摆在那儿有很多灰啊，然后而且谁都会摸。你回家吃的时候，你不得拿着袋用手吃吗？我就必须得给它擦干净之后，然后才能在家打开吃。偶尔他就擦那一次，他就记住了。平时都是我自己擦，根本都不用它。家里可能应该没什么朋友去了吧？哎呀，朋友去的很少啊。这肯定了，都这样了，谁去你们家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问题，我俩存在的问题，我觉得让我受不了这个洁癖啊。很多人是觉得洁癖是干净，但是我家这个是干净大劲了，让别人接受不了。不，这个好像就是有点问题了啊。还有啥吗？还有他就是什么呢？强迫症非常非常严重啊。我就每天我要回家之后呢，我要需要把衣服叠得四四方方、棱棱角角放在那个位置。如果这个衣服叠不好，看着你重叠。这个不行，重叠。夸张了吗？不能糊了。没有，就是他如果叠不好，以前都是我帮他叠。但我长期我就不想给他叠了。现在他如果叠不好的话，我就让他自己去叠。他叠好了之后，我再干别的，我就看着他叠。没说长期，为啥长期？处对象之前跟结婚之后不一样。这个都是咱就不说小事儿，适应了。到现在我适应了，适应的非常好了啊。每天进门这些步骤。晚上啊，假如我在工作一天的同时我要回家了，可能是我有给自己安排1个小时娱乐时间，我需要玩电脑，我喜欢玩电脑，键盘正常是键子全在上面啊，我家电脑键盘底下需要扣着放，上面摆着一堆全是我家孩子的任何东西啊，全往键盘上一放。我特意放的，就是不想让他玩，所以都扣上了，上面还摆的东西。是啊，就是不想让他玩。每次整完之后让我还原，我说这咋还原呢？有一次我想好了，拿手机照张照片还原一模一样。有一次忘了啊，有一次忘了，我没还原，我摆的整整齐齐，告诉我重摆，必须摆到当前那样，要不然你就别玩了。哎呀，我说这个我咋摆啊？因为这事儿我俩也是发生了争吵。你说这个我这强迫症你是可以有，但是这个
人家给你摆整齐的，你觉得这事就差不多就行了。但不行，我必须得摆到，就是我这个东西在这儿，它就得在这儿，就是还得按照我那个顺序。它如果摆得整齐，但是没按我那个顺序也不行。现在给我整的，我家里咱就不说别的，有个水杯，我想喝口水我都不敢动，放不了原来地方，老难受了，你都不知道。哦，那个也得放。放不了原来地方，就是这个东西你拿走必须得放。结婚前呢？结婚前真没这些事儿，实话。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也不是，那是因为吧，那个时候在处对象嘛，不天天在一起。那结婚了，天天一起生活，保准那会有很多问题啊。嗯，那是我天天我又一直要求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嗯，我的东西我用完我也放到原位。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同学介绍的，2017年的时候，挺瘦的，挺帅的，然后挺帅啊，精神小伙。嗯，然后我俩那时候也就觉得到了结婚的年纪了，然后相处都还可以，处了1年多就结婚了。生活里有什么烦恼吗？他愿意喝酒，我就挺接受不了的。那时候处对象吧，也喝，但是也许都会收着一些吧。但是结婚之后喝酒，一喝酒就喝多，而且他控制不了自己，他不像别人喝酒。喝到一个度，我不喝了，今天就这样。你可别说，你我打扰一下啊，你先别说了，这个喝酒事儿啊，因为我这人吧，怎么说呢？我这回来之后，我一般都跟我自己的朋友喝，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因为我们本来就很能喝。嗯，我就10多瓶，一点不多。啤酒这种啤酒，对，一点不多。自从认识了我媳妇儿，哎呀，到现在反正就5瓶吧。她坐我旁边必多，现在我朋友都给我起个外号，出去跟笑话似的，讲5瓶。嗯，来了，讲5瓶，今天喝5个，是不是？今天喝5就不喝了。他不在，哎，我还能喝点。我不在，他必喝多。我也尝试过，我不在，他自己去，他绝对喝多。回来之后，那就是必须都别人给他送回来，然后喝的就是，哎，衣服也脱不了了，手也洗不了了，我就已经很崩溃了。然后呢，有时候还喝吐了，吐的哪都是，我还得收拾。回来之后他睡觉了，我得收拾到半夜我才能睡。所以你建议他喝酒的那个点是在哪儿？我没说不说你一口不能喝，嗯，但是你不能往死喝，喝的都自己啥都不知道了。然后回家躺地下搁哪可哪儿咕噜。孩子多大？孩子不到2岁。男孩女孩？女孩。娃娃带的是不是特干净？哎，我家姑娘是非常非常干净，一天换8套衣服的。累吗？也会觉得有点累，但是我就是习惯。您是在哪儿唱歌啊？像音乐烤吧啊。您唱歌的时候要坐着唱站着唱？站着啊。站着唱？对。要用麦克风？对啊。会拿吗？啊。会消毒吗？那不会啊。那如果坐在那儿，比如说，因为我觉得你把这个游戏已经看得比孩子重要了，你的这个重点放错地方了。是不是换而言之对他不太陪伴孩子，或者说对你有一些疏远，你心里不舒服？对呀，啊，我觉得回家就他就想的是我有时间回家就要先玩会游戏，嗯，而不是说陪会孩子。就算你不陪我，但我觉得你其余的时间应该放在孩子身上。这个就算不陪我是什么意思？是陪还是不陪啊？就是可以，我可以排到第二，孩子要排到第一。因为我问实际排法，是不是他现在对你有点疏远？对啊。嗯，他现在实际排法游戏是第一。嗯，然后第二呢？第二孩子也很少陪吧，反正就是我们如果一起领孩子出去玩，就是周末呀，或者是过什么节领孩子出去玩，都是我假如说去淘气堡，我带孩子去玩，我喂孩子吃饭。但是别的宝爸，我身边的宝爸他们，人家都可以带孩子玩啊，喂孩子吃饭，他都不行。你可别说这个了，我跟你说这咋的啊？现在我这听明白了，我先给你讲解我俩这个问题啊。回家我是玩游戏了，有可能我玩手机，我只要是一动上这个手机，我必保有事儿来了。嗯，就是我媳妇儿必保得过来，这那这个不行，这不行，整那个去。我不玩手机，可能说跟孩子可能在一起啊，可能说没这些事儿。只要你把手机大概一拿上来，哎，事儿全安排着，明明白白的给你安排的，板板正正。嗯，其实我家孩子跟我在一起，说实话真很省心，他不是太作我，但我也能哄得很好。这出门的话啊，也不是像他说，可能喂饭我真喂不了，这实话。你喂不了的同时，你也不能说你强去喂这孩子，我怕喂的是多少啊，咱掌握不好。这是给我媳妇了，在玩一些东西，他说淘气堡，我根本就上不去那个滑梯，我咋跟他上？就我这体格子。那小孩那么大小孩玩的，我上去我钻进，有一次我都卡那里头了。然后再加上平时我也是抱着孩子，咱就是不说没，你问我媳妇儿，抱抱孩子就完事了。出去的时候唯一能干的拎点东西，孩子不想走了他抱一会儿。然后而且还有一个事儿，他吧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觉得他这个人脾气挺好，性格挺好，很好说话，
但是他吧，轻易确实不发火，但是一发起火来的时候吧，他有点极端，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种。就是我记着我家孩子那时候刚过百天没多长时间，他要出门，我给他找衣服，我就随便给他找了一件衣服，他就觉得那个衣服不好看，然后说那个那我就穿这个出去吗？怎么怎么样的？我说那你就出去呗，谁都谁瞅你啊，你随便穿啥都行啊。他就不乐意了，我说那你就自己去找去，你就别让我找。他还说啊，我去找不给你碰乱了吗？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因为这事儿就已经在吵架了。最后吵急眼了，他就把那个他衣服啥的都撇地上了，又嗷嗷喊，又敲墙啥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但是我还考虑孩子，我说孩子这么小，你当他这面喊，你就容易吓着孩子。你都当爸了，咱俩的话你怎么喊都无所谓，你也吓不着我。但是你会吓着孩子呀，那他也不行，还是控制不了，没完没了，吵了半天之后说离婚，怎么样呢？我当时就挺伤心的，我说那，以前怎么不说要离婚呢？现在有孩子了，孩子这么小，你说要离婚，气话，不负责任，气话。你以前怎么不敢说呢？这个离婚是气话啊，但是呢，我这些问题就是结合他的小风筝，咱不敢动啊。你这个东西，你给我找了衣服，确实不搭。那我这咱就不说一个男的出去，咱就说大概你得穿的差不多点，行，你怎么什么衣服都往你身上塞？所以对先生来说，今天的目的很简单，能不能让我在家里活得稍微的舒心一点？咱都不说什么是洁癖啊还是强迫症，咱先不扣帽子。所以舒心就是我能在家里面，我想做做，我想用个什么东西，可能不那么严格的复位也可以，对吧？对，就是要个舒心嘛。对，我这是我的家嘛，我希望有一个更舒服的环境，对吧？这是您的要求是吧？对，您的这些做法已经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了，愿意改吗？改不了，这哪能改？是不是？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来吧，老师们看怎么办？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黄兄，生活在你们这个家那是真累，本可以过得很快乐的日子，却果被你们过得如此的痛苦。洁癖就像赵老师说，我们对卫生有一些要求，甚至有些要求也有一些苛刻，这个很好理解，只是一种习惯。作为你自己，我认为值得尊重，因为你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但是不能强制的把自己的方式强加给自己的丈夫和其他的家人，这就不对了。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您有没有去思考一下，妻子为什么你们结婚以后有了宝宝以后，所谓的强迫症它不断的在加深加剧，其实你一味的让他在家里当宝妈，他家里其实有很多的空闲时间，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妈妈也帮你在带孩子，那么他想什么吗？他原来本身就有一点过度，然后想的就是卫生、位置、孩子，为什么不允许他到外面去唱歌呢？作为一个丈夫，我们难道连这一点自信都没有吗？您让他到外面去演出，然后他的心思就在自己的事业上了，还什么强迫症，还来管你什么卫生？最多跟您说一下，哎，干净一点，洗个手，否则的话每天回来都让你秃噜了皮，您不信试试。谢谢，谢谢伯宏兄。严老师，其实他的这种强迫也好，洁癖也罢，是源于一种内心的不安全，是想控制，就他特别怕失控，因为只要这个东西一失控，他就没有安全的感觉，他就害怕。为什么这么在意生活细节的掌控？因为他的生活他无法掌控。他的老公是一个让他不是很放心的男人，回家不像一个成熟的父亲能够给孩子很好的陪伴和教育，出门是一个控制不了自己酒瘾的人，会喝得酩酊大醉回家。给太太的感情上，他都已经卑微到说可以不关心我，但你要关爱女儿啊。就你给他营造的家庭氛围是不安全的，所以他为什么去工作的时候会开心很多啊？在那个地方，哎，他找到了自我的价值，我没有失控，我唱歌有人喜欢我，好朋友来了说我们喝一杯酒，我觉得他认可我，
所以他在那儿是放松，他没有要求那个话筒必须消毒，他没有要求跟他一起握手的这个人手你得给我洗秃噜皮，但他对你就是有，因为你让他不放松，因为你让他不安全。他为什么放在键盘上那些东西还要摆放整齐啊？他觉得那个游戏是他的情敌。你拿出这一小时去爱他不好吗？他当年那么漂亮一个会唱歌的姑娘嫁给你，你肯定是爱他、宠爱他、崇拜他，他才嫁给你的。但是今天他还不如你手里的游戏，他能安全吗？他能开心吗？所以我希望你抬眼看看这个女人，看看你们的女儿，去给她她想要的爱和温暖。妻子，我也想说的是，其实你的这种不安全也可以通过自己内心的成长去慢慢的消化掉，而不是一定说哎，他要少喝酒，或者他不能再打游戏，必须洗十遍手，必须趴在地上把那个塑料袋一个小时给我清洁干净。通过自己内心的成长去接受自己内心的稳定。所以我也希望女士在做妈妈呀，包括我很支持你去工作啊，在这些不断的成长当中，还是要找到自己内心安全的稳定的东西，不要靠他。当然我希望先是赶紧成长，给这个家多一份力量感和责任感，好好过，加油，祝福你们，谢谢。谢谢杨老师。山达老师，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你的这些行为不叫强迫症，也不叫洁癖，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求关注。如果真正洁癖的人啊，他其实在无论是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公共场所，会更不安的。就这话筒没法用，不擦一下没法用。你看刚才川哥问他，你的话筒要放在固定位置吗？那么多人过来跟你握手啊，什么杯子什么之类的，你带自己带杯子吗？我又和莎娜老师的意见有一些不同。我自己也是一个强迫症加洁癖，但没有那么严重。我们不是说在外头会受不了公共的这一些，而是在私密空间里头，一进了自己家门，忽然一下强迫症就会发作。东西如果不在原来的位置，就会觉得心里不安宁。如果水龙头不是亮的，就会觉得啊，这个事儿没做，我得把这个事儿做了，我才能去做别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我自己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我喜欢东西放在原位，那么你们搞乱了，我再放回我的原位就好了。最多就是我自己每一次需要干个什么之前，我可能多花了一点时间来整理，仅此而已。我不拿这个事儿折磨别人。生活里头它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部分人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来自于我们求关注，我就一个人待着，但我必须得这样，我自己觉得。这男人心里面就点小九九，你知道吧？你把那个拔掉也没啥了，就是一个建议，你们自己去想。时间留给你们啊，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就现在通过四位老师说的吧，让我也觉得，我觉得你应该绽放自己，看看世界。也确实现在就是家里让我觉得就是就洁癖强迫症，让老师说的也不算病，不算真正洁癖跟强迫症，你看好世界了，比什么都强了。出去吧，工作吧，干你喜欢干的事情，然后再加上我把我的所有重心放也都是每天晚上回家之前是想着，哎呀，就跟回坐牢似的。现在不那么想了，把自己的心里所有重点放在家里，放在媳妇儿你身上，还有跟孩子身上。这也是我作为男人的一个责任吧，把自己的自身的责任感放大，让咱们这个家过得越来越好，过得越来越充实。我也请求你的。原谅我。哎呦，你那麻辣烫的买卖能开得不好吗？真会说，希望能做得到。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预测呗，肯定双出，至少这个丈夫在今天这个现场的表现和承诺是好的。哎，真的希望这个先生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到做到。好好好，双出。嗯，来，双出，我支持他重返工作岗位啊。双出，其实不需要得到丈夫的批准他也能工作，之所以要得到丈夫的批准，其实是对，是为了得到丈夫的支持而已。能看到爱，来吧，看看人自己的选择呗，请开门。
快去快去快去。还拿个劲儿，哎呦，你也就别拿着劲儿了，娃都给人生了，还在拿什么劲儿呢？谢谢两位啊，祝你们幸福，来，请回。谢谢老师。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如果不是他父母阻拦我们，也不会流产，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原谅他们的。真希望他能把我们当初结婚时的事儿忘掉，彻底解开心里的疙瘩。考虑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你跟别人聊天。都过去那么久了，我在中间也真的很难受，就不能为我考虑一下吗？只要你对我好，我不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儿。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王先生24岁，来自黑龙江，技术员，有请。张女士23岁，来自黑龙江，全职妈妈，有请。欢迎两位哈。娃多大呀？不到1岁。男孩女孩啊？男孩。谈恋爱谈了多久？谈了一年多。是自由恋爱还是别人相亲介绍啊？自由恋爱。然后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对。去家里提亲了吗？去了。岳父岳母喜欢你吗？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彩礼没给够。家里要多少彩礼？要20万。不少啊。因为我是农村的嘛。嗯。我家种地，几乎所有的存款啊都是用在种子、化肥，嗯，还有喷药上了。嗯。那个时候吧是没有钱的，手里我跟他父母商量是到冬天之后把这个钱过来，他父母不同意。嗯，意思就是你要现在就要过，他未婚先孕，都有孩子了，咱也不能拿人家。然后就凑钱嘛，大概借了一点，借到不到20万，然后又去他家谈。借了大概多少钱？大概15-16万吧。他爸就是拿着这个孩子，意思你不把我钱都给我，我就不能让你俩结婚，我有点妥协了嘛。然后他爸又再次提出涨彩礼的问题，我听了之后就特别气愤嘛。等于说你们家没有拿姑娘有身孕这件事儿作为要挟女方的一个条件。对的。在积极的筹彩礼的钱。对。但是他的父亲看你们筹到第一笔钱之后又提出要提高彩礼，是吗？是的。要提多少啊？我家还有就是往外借给村里人的钱。嗯。因为村里有很多种地的人钱周转不过来了，就然后去借给村里的人的钱。嗯、他爸的意思是说，你把这个钱给我，然后你再把你家所有开出去的那种借据全都给我拿来。这些钱大概有多少？大概有10多万吧。给了吗？没有。那孩子不得一天天长大吗？你们这一博弈两博弈博弈了多久啊？因为他父母逼他，自己也吃不下饭呢，睡不上觉啊，就导致这个孩子流产了。等于现在的孩子还不是那个时候的孩子。对，后来就是因为流产了嘛，然后养一段时间，他爸妈天天骂他，我就在微信安慰安慰，那时候就没寻思能带走到一起，后来感觉两个人还是有一些放不开吧，放不开彼此吧，之后就又走到了一起。这个又走到了一起是明媒正娶过来的还是偷偷跑出来的？偷偷跑出来。等于养好身体之后您就从这个家里跑出来了。嗯。办结婚证了吗？办了。摆酒席了吗？没有。没有呢。那没去你家闹啊？没有要彩礼什么的呀？在他坐月子的时候，生完孩子10天左右吧，嗯，他妈给他打电话，没有一句是安慰他的，就包括他爸呀打电话一直是在骂他，一直说他不孝，完之后说你就不用多给我了，你把这几年从小到大的上学钱给我吧，别的我也就不多要了。那又要多少钱？10万。给没给啊？没给。相当于说咱顺顺利的把这婚结了多好啊，就因为家里面这么闹腾，结果第一个孩子也没保住，是这意思吧？是。所以你心里是有坎儿的，你家里人心里也是有坎儿的，对不对？我父母说他又跟你孩子还就哭，孩子不跟他。我是想抱孩子的，我也非常喜欢孩子啊，但是
我因为要上班，嗯，我是一个技术农业技术员，我每天都是早上五六点钟就走了，然后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很辛苦。那个孩子就晚上除了他和我妈，他谁都不跟。就我想去亲近他，他都不是说的特别让我亲近，就只要一到我怀里马上就扑。平时就我休假的时候，我抱他，他都就是挠我，就是我现在就脸上这两块疤都是孩子挠的。那就说他每天还是在忙碌是吧？还是在工作，并不是出去玩什么的，是吧？出在车里打游戏。哦，躲在车里打游戏也不回家看宝宝。对。这是为啥？因为很晚了，都八九点钟了，我吃完饭的话就大概九点半左右了，他们都要睡觉了。我玩游戏的时候是跟我几个朋友一起要开麦交流的嘛，然后就是我怕吵到他们休息，我就自己去车里玩了。那你可以陪他聊聊天啊，白天也不在，晚上回来孩子睡了不可以聊会儿天吗？我每次跟他说几句话之后，他就是一副特别恼怒那种口气跟我说话，就是特别烦。我看一天孩子你什么都不管，我心里也很烦躁。但是你这一天不只是你自己看呀，我妈也是有帮你带呢。所以你们俩现在的情感是不是比以前淡了很多呀？小三淡了很多。以前我俩谈恋爱的时候，我就是大半夜胃疼，他都能冒着雨去给我买药去。现在就是我做饭或者是怎么的划破手了，一点感觉没有。我有一次在地里干活，这个手指肚掀起来大概就是半拉手指肚的特别厚，这么厚的一层皮吧。回来之后他就问了一句，你怎么了，有没有事儿？然后他就不管了。我有孩子要管我，怎么管你啊？是，那咱们不说这个。我感冒急眼了，我怎么继续讲讲？你打人不分轻重，谁打谁。他有的时候我跟他说，给他说急眼了，他就是上来就是有时候两嘴骂子呀，有的时候是两脚啊，他打人从来不分轻重。你跟他动手？动过一次。是在网上跟别人聊天吗？不是，因为这事儿。是因为什么跟别人聊天？因为就是那段时间他出差了，嗯，他忙嘛，他有时候他就不搭理我，好几天不搭理我，嗯，然后吧，我就是那个就是纯纯跟别人聊天，说了心里话，怎么的怎么地的，然后他就有一次他被他发现了。男网友？对，很多男网友。什么叫很多男网友？七八个吧。聊什么呢？聊一些很暧昧的话。你指的很暧昧的话是指什么？就是很亲切的昵称，然后会聊一些很触犯两个正常朋友的话。比如呢？比如一些隐私的话题。那么他们那个昵称叫什么呢？乖乖。他叫别人还是别人叫他？别人叫他。那他叫我？他给别人备注哥哥。长在他身上，我能管得住他吗？我不让他叫，他听我的吗？是，那你为啥要给他备注改成哥哥呢？我什么时候把他备注改成哥哥了？那你说的所谓隐私的话是指什么？情侣该说的话。那你肯定看了以后很愤怒了。非常的愤怒。你是觉得无所谓姑娘？当时是这么感觉的，但现在不是，现在感觉我当时做错了。你是认为你比较因为孤独寂寞，没有一个依靠，所以在那个时候在家没有人理解我所以在那个时候在网上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出口，是这样吧？是的，宣泄的出口。对，我们这么理解对了啊。他是一个特别善于找借口的人啊，就是他会以只要这个东西你拿不出来真凭，今天事情已经过去了，所有的伤痛发生过了，如果你想做好一个父亲就有能起来，能是一点点培养出来，先从爱你现在的这个儿子开始。我都觉得可笑，你说我孩子不让我抱，一抱就哭。你把你每天下了班八点钟坐在车里拉黑打游戏的时间，你天天的陪这个孩子，你看他还挠不挠你？还是不愿意做有能力的人啊？明明有提升自己能力的空间不做呀？你如果觉得我做不到，你大可当初人家爸妈不同意的时候，你拿不出彩礼的时候，你恨毒了这家人的时候，你走嘛，放人家一条生路嘛。所以就是无能啊，女生你就是无知啊。他不负责任，你对自己不负责任吗？还让自己身心都受到重创，一次无知就罢了。我看你生你现在的孩子也是因为无知有的，但是咱总要长大吧，不能因为一时冲动有了孩子现在就这么过吧，不能因为自己无知就丈夫和你沟通不好你去找别的男人聊天吧。再无知也要知道男女相处夫妻相处的底线，你就是越界了，
所以两个年轻人既然冲破了重重的障碍，走到了一起，有了孩子，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迅速成长。也许这个成长太艰辛了，但这是你们的选择，请你们从此培养能力，培养自己的觉知，做一对好的父母，做一对彼此体谅对方的夫妻，加油吧年轻人。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张达老师，爹不是个当爹的样，妈不是个当妈的样，你们没有做好当父母的准备，为什么要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呢？这是我听完以后我最痛心的地方。你有什么资格去埋怨他？先生，孩子没了不是你们共同的伤痛吗？你们不应该相互疗伤吗？那是他的爸妈，你让他怎么办？怪他命不好，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拿他当摇钱树的一个爹妈。你受不了这些，你不要找他呀。你现在把没有孩子的痛全部怪在一个女孩身上，你觉得你喝完酒以后郁闷，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郁闷，他不郁闷吗？那不是他身上掉下去的肉吗？他不要经历流产的痛吗？所以你有什么资格怪他？这是第一。第二，你现在当好一个父亲了吗？没有。所以呀，你有什么资格怪他？最起码他现在在照顾自己的孩子，你有当好父亲吗？那个孩子走了你可惜，你惋惜什么？你一辈子跟他们家人解不开这个结，你过不去这个坎，你过不去什么？你现在这个孩子你都不好好当爹，为什么一直要揪着这个事儿？揪着这个事儿，你是为了让他心里对你产生愧疚。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讲，就是你的过往创伤导致了你现在恨他这个不幸流产和他的父母做的这一切。但是比起弗洛伊德来，我更喜欢的是阿德勒，因为阿德勒的心理学流派是这么认为的，不是你的经历决定了你是谁，而是你经历之后做出来的选择才赋予了这个经历意义。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也就是说他的父母阻止你们结婚这个事儿，有可能可以成为你要加倍对他好，好给他父母看，成为他父母心中的好女婿，让他父母有一天满意的告诉你说，儿子呀，当年是我们小看了你。 No， 这段经历可能可以造就一个这样的青年，但是你却选择让这段经历造就一个推卸责任和把自己的情绪无休止的发泄，和不去跟他的父母修复关系，和不去付该付的那一部分早就谈好的彩礼嫁妆钱。你不就是以恨为自己的武器来使自己不作为？我什么都可以不作为，我只需要说我有多恨你爸妈，我有多恨你，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玩游戏，不管我现在的小孩要喝奶粉。我只要说我一想起你流产这个事情我就恨，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泡在网吧里也好了，你去跟妹妹们聊天也好了，或者是干别的事儿，不就这吗？跟你一样，他拿了一个事情当借口，你也是，你拿的是因为我的丈夫不跟我聊天，所以我要跟男人们去聊聊天。有那么多人，还有一些我们这一些情感导师每天晚上爱情保卫战直播间在线跟大家答疑解惑，你怎么不来跟我们聊呢？你也知道男人跟你聊的目的是什么，你顺水推舟乐在其中，明明就是爱聊，而你们各自都还是浑浑噩噩的孩子，我也不想再说你们什么了，好自为之吧。哎呦，谢谢敏达老师啊。谢谢老师。所以你想，你爹你妈啊，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跟你说的、喊声的？不能再因为躲而毁了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状态，彼此珍惜吧，好吗？好。把过去的事儿处理好，一定要处理好，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是我错了，是我狭隘了，我为此表示道歉，希望以后我们能好好的。我就希望你以后开玩笑不要老说你回家吧怎么的怎么的，你明知道我回不去。我那真的只是在你心里是开玩笑，但在我心里的不是。
我懂了，以后不会了。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我们看看老师们怎么看待，他们会不会再出来？还是会双出的。对，双出吧，双出。来，咱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